三，好不好？ OK， 来来来，开田了。哇，这一段收视太是啦，我要求哎，这一段收视应该很高。你要喝吗？一分钟之后。其实很明显哎。很明显吗？很明显，快点。请不要 S 姐 S 姐 S 姐谁 S 姐大 S 大 S 大 S 没有你要贴的话你就知道大 S 对啦对啊对啦哇这样就看出来大 S 对啦放猜错啊你真猜错太小哎大 S 但是很接近啊两只手辅助啊你说你头发可能待会会沾到你不是说你不会沾到吗我是我跟你讲比赛中人已经没有在考虑对比赛中人他听不进去你要大声的跟他讲话他才听得进去因为他现在在捏手不要抖的时候手都在抖手不要抖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把鼻子拉成细细的哦，这个痛哦，这个没关系，很简单嘛，拨开大一点，拨动，拨大一点，哎，老不要把它拨破就好了，不会啊，再压多一点，再压多一点，有童年吗？我是鼻子有点没，我觉得鼻子太多那个花生了，你不要理他，不要跟他对话，你不要理，你不要跟他对话，陈毅，你不要跟他，好，所以我跟你讲，我的胸就是来自这里，好，以为我胸我不是，我是会动的，因为他现在脑袋是空白的，哎，就没有童年。他只要一手这样捏开，有没有？他会嘣一声，你然后嘣一声，嘣，好，嘣，好。陈毅，快点，陈毅，快点。好好。硬塞，硬塞。哎，有了，太高，太高，加油。他可能现在发财的底，这样很夹，下面，这样很夹嘴巴的时候，鼻子可能就会掉。不难。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动再大一点。好，这个可以。还有一颗。哎，不难吧？呼吸，对嘛？一只手，好，可以，二，三，好不好 ？OK， 来，开田了。哇，这一段收视太是啦，我要求哎，这一段收视应该很高。你要喝吗？不是，哇哎，我这眼镜很屌哎，是不是很浓？对不对？这个鼻子很大嘞，这眼镜出来应该就出来了。性感爆，性感爆了，还有，哦，我知道了，志云哥。我知道谁。好，你远一点看就看出来了。你也可以撕上去也没问题。这一题答案如果是拉的话，就太过分。真的。哦，所以你眼镜关系的。把它贴上去。嗯。好，可以啊。再撕。糟糕，你被老皮啊你！你们给他喂！对，大肉，快！没关系。好，千岁友不能插手。不能插手。有没有，他就是打。你看，这样有没有？压一个。哇！这样很难吗？好棒啊！明轩很棒。这样很难吗？这样很难吗？你很厉害，我好小朋友。一、二、三、四、十三分26秒。可以。